9月21日，众星现身米兰时装周上，张柏芝、孙怡等女星同台观秀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张柏芝穿了一件闪亮的长裙，头发卷曲垂在肩上，肤色白皙，身材苗条，在众美之中显得格外耀眼。孙怡的裙子和张柏芝的有点像，只是颜色不同。她本来也是美女一枚，可是和张柏芝坐在一起就显得平淡无奇。有网友说，孙怡的脸型太普通，像网红脸，没有张柏芝的骨相美。孙怡旁边的是张小慧，她已经60岁了，但是保养得很好，气质优雅，让人感觉温婉大方。很多网友都说她很有魅力。张柏芝左边的是朱朱，她穿了西装外套配短裙，刘海也弄得复古风，看起来很成熟。朱朱曾经被称为东方第一美女，七年连续上榜全球百美，可是和张柏芝比起来，网友都觉得她没有什么亮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几个女星似乎都不太熟悉，坐在一起没有什么交流。张柏芝一直在找镜头，网友说她太做作了，有点过头了。孙怡则一直在尴尬的笑，看起来很拘束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